台湾智胜工业梁茂生董事长日前于休斯顿清闲俱乐部邀请，在台湾人活动中心主讲创业养生讲座，分享养生保健知识和创业历程，许多侨界人士都到场聆听。休斯顿清闲俱乐部黄荣副会长介绍主讲人梁茂生董事长，台湾智胜工业董事长，台湾大学化工系1970年毕业，政大企业家班第七期结业，本身还是台湾电子设备协会副理事长，台湾显示器产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台湾电路板协会副理事长及台日产业技术合作促进会监察。台湾智胜工业梁茂生董事长企业含有面板、数控制程设备、PCB 印刷电路板制程设备、半导体制程设备、印刷业、运动鞋业制造和电子、涂装、木器业。黄荣副会长夫妇、蔡中和夫妇等台大同届化工系校友们、休斯顿清闲俱乐部的会友们、赖清扬律师、台大校友陈世忠、谭秋琴夫妇、休斯顿客家会会长赖江春夫妇、休斯顿台湾商会梁庆辉会长、陈美元夫妇、陈志宏、郑家明前会长、林飞虎前会长夫妇、周正贤副会长、吕明雪秘书、美南银行董事洪公仪夫妇、近百侨界人士聚精会神的聆听台湾智胜工业梁茂生董事长创业养生讲座，获益良多。